好吧，好吧，我又开始直播了，天呐，我又来了，我又开始直播了，又来了，又来了，家人们，这怎么，好吧。还是回来了，家人们，还是回来了。回来了，晚上好。晚上好呀，晚上好。又播了，对呀，我又播了，又开始播了。晚上好，这个时候又来了。刚才又看剧，声音有点大。刚才去学了一下那个晴天，翻了一下牌儿。抱歉，抱歉，声音有点大，抱歉，抱歉。啊，对不起啦。刚才有点大，其实刚才我都感觉很大。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渐渐把距离推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点，难过时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没来由。我的手面渐渐把距离推得好远。好久我才能够在你身边，等到放晴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很久，得得得，也得不来。好听啊，我就还行，不是很会唱，贼跑调了。晚上好。这样坐着有点不舒服啊。拿一个枕头过来，对呀，又播了，又来了，我又来了，嘿。
这穿这种 T 恤穿着舒服一点吧。没有啊，我化了一点妆的，不是素颜，不是素颜哦，还是化了妆。哎，哦，小鹿，我特别喜欢鹿角，哈哈哈。开吧，我突然间对好一样的，谢谢小顾送的荧光海，谢谢。换一个，这个只有几盖儿，怎么有几个呀？才几盖儿？哦，没在，没。没少女战士，没少女战士，还小丑呢。我就是那个小丑啦，耍球耍球。只有几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只有九个头像，九个特效。啊，啊，哇，他眼睛你看，奶茶爆米花儿，九个。对呀、啊，我都试试，只有八盖儿，对，九盖儿，都试试。哇，好像喵啊，黑喵，我看到这个就像黑喵，黑喵。这个好像黑猫啊，酷嘞，酷的嘞。小丑小鹿，真的抓娃娃，哇，现在被抓走了，被你们抓走了。哎呀，哎，他扁了，我没敢、啊，他都扁了。哎，这个会扁嘞。为什么扁不扁了？他为什么不变了？哎，刚才我也扁了嘞。哦，小熊，哎，
哦，为什么不变了？不配了，不配了。好娘娘。谢谢驾驶冰箱环游世界小风车，谢谢。吃瓜了，对，吃瓜了，是干干净净。嗯，好甜吗？甜，甜得很。你们甜。美女天，哇，天啊！谢谢啦。还挺好玩嘞，小熊，小熊，算了，不要了。嗯。啊，我03年的呀。啊，我02吗？我03呀。03年，03年的啦。陪你，我身份证还在这里呢。我瞬间看了，啊，我02，我看一下我身份证。03年的啦，怎么回事啦？是的呢，我身份证啊。一样大呀，漂亮。大你3岁，妹妹你好。哈哈，多大我零。我03年的呀。我是03年的小宝贝儿。哈哈，呼呼呼呼。嗯，妹妹们，姐姐们，你们好，还有，哥哥们，弟弟们，你们好，谢谢小北送的不倒翁哦，谢谢。谢谢。谢谢啦。嗯，什么鬼？
谢谢忠犬，什么荧光棒，谢谢 CC 送的布道翁，谢谢，谢谢，谢谢小叔送的荧光棒，谢谢谢谢谢谢，又是小羊香水苦涩了，谢谢你。我想到昨天脸部冲进了，谢谢你们的荧光棒，谢谢村口老爷爷送的荧光棒，我没有说成老村长啦，谢谢小叔送的荧光棒，请说，谢谢，请说普通话送的小风车。对，昨天我就是说成老村口的老村长啦，谢谢火中隐星送的摇摇马，谢谢一个堆堆堆堆送荧光棒，两个荧光棒，谢谢谢谢玛丽，那怎么这么多，谢谢 NGC2237 送的荧光棒，谢谢半书送的荧光棒，谢谢玛丽送的荧光棒，谢谢火中银星，谢谢火中银星，谢谢半日，谢谢谢谢火中银星，谢谢火中银星送的荧光棒，谢谢半日送的荧光棒，谢谢小叔送的荧光棒，谢谢小坤不咬猫送的荧光棒，谢谢忠犬，谢谢火中女星送的荧光棒，谢谢小羊睡不着，睡瞌睡了，小羊想睡瞌睡了，谢谢你送的荧光棒，天哪，我真的要写不过来呀，谢谢小叔，谢谢小叔送的荧光棒。不是瞌睡，对，我这个真的看错，日语说错，谢谢，请说普通话，送小风车，嗯，谢谢火中影星送的摇摇马，谢谢谢谢对对，谢谢对一个对对对对送的荧光棒，谢谢你们。谢谢玛丽送的荧光棒，谢谢半书送的荧光棒，半日啊，我又说错了，半什么半书啊，我不看字的，半日，谢谢半日送的荧光棒，谢谢 NGC2237 送的荧光棒，谢谢火中隐星送的荧光棒，嗯，我想谢谢火中隐星送的荧光棒，谢谢谢谢半日送，我真的不要说错您的名字，半日谢谢半日送的荧光棒，真的，你们在训练我的普通话，知道吗？我说着说着都说重庆话了。谢谢火中隐星送的荧光棒，谢谢火中隐星送的荧光棒，谢谢半日送的荧光棒，谢谢小叔送的荧光棒，谢谢小坤不摇猫送的荧光棒。我就这样吧，我别动了。谢谢忠犬送的荧光棒，我成这样了，这样吧，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写，往下翻，往上翻，
一个一个练哈，一个 SS。谢谢火中野心送的荧光棒，谢谢小羊想睡瞌睡了，瞌睡了送的荧光棒，谢谢小叔送的荧光棒，谢谢 SS 送的荧光棒，谢谢不睡不早睡就秃头的调色盘，谢谢谢谢要及时满足送给。送了一个荧光棒，谢谢谢谢，踩碎一夜的月光送的不倒翁，啊谢谢，谢谢请说普通话，请说普通话，送的不倒翁，哇谢谢谢谢送的秋天奶茶，小北送的玫瑰花。我真的要说不过来了，哎呀呀呀呀，嘤嘤嘤，还有姜，哎呀，让我缓缓。谢谢姜，那就失落送的荧光棒，谢谢小北送的巧克力。谢谢二五、哦、送的秋天奶茶，火中隐星，谢谢你送的荧光棒，啊天哪天哪，我真的我要说不从外要顺的口子多 CC， 谢谢 CC 送的荧光棒，谢谢谢谢将个烂旧的我虚弱送的荧光棒，受不了了受不了了，睡不着的书且书，谢谢。哎说到哪儿了我，然后我翻不过来了，说到哪儿了，嗯，这9TH22送的玫瑰花，然后 NGC2237送的巧克力，谢谢1664低空飞行送的荧光棒，睡不着不早睡就秃头送的荧光棒，怎么都是荧光棒，嗯，谢谢忠犬送的荧光棒，真的你们你知道吗，我还没发完，我这里显示后面还有80几条信息，你让我怎么读怎么读啊，谢谢嗯就睡不着的借书送的啥送的啥，村口老爷爷，嗯，谢谢你的荧光棒，半书谢谢你的荧光棒，哇我后面好多信息100多条了，我再往后翻我又翻不完了，嗯嗯，谢谢谢谢不早睡就秃头，不早睡就秃头的荧光棒，谢谢忠犬，谢谢睡不着的书签送的高级马卡龙，谢谢，还有谁没说到啊，不然还有谁没说到啊，我还有谁没说到，谢谢，我谁没说到吗，谢谢甜甜送的小风车，我
没事漏了就漏了吗？真的谁有谁没有说到吗？嗯，没事儿，当锻炼我的普通话吧。我当当练我的普通话。真的是普通话贼不好啊，贼不好啊。真的，你们昨天也是全部说明光吧，真的是跟我应援呀，太努力了吧你们。明天都考试，明天都考试吗？每天都考试，感觉对，你每天你们送我礼物，就像我在交作业一样。考我的普通话，对呀，然后我有些还练不出来，不知道怎么练呢。这太可怕了。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是这么想的呀。我刚才跟你们念，我就是啊啊什么什么，嗯，我都要吐了。看前辈的直播吗？嗯，等他直播的时候再去看吧。他也没直播呢。啊，前辈们还没直播呢。对呀，今天就别错过了。啊。好吧。OK。好的。打个前辈就不知道前辈他直不直播啦，嗨嗨，我这个会提醒哎，谁直播了，这个会提醒哎，我才发现。对，嗯，我怕，我可怕了，别，我希望保持距离。
距离产生美，距离才是很美。不是，我开先都不了解这个，但是报道的时候，然后才了解到了这个48吧，然后因为我一个姐姐也喜欢了，然后我就。然后他一直在我面前说了之后我一看他说的是谁，然后我看了一下，哇，挺好看的啊，好好看。然后他穿婚纱的样子好美，我也喜欢，我也要去穿婚纱的样子拍照，我贼向往自己穿婚纱的样子和闺蜜她们一起拍照。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跟我闺蜜她们一起穿着婚纱照，然后去拍照啊，什么去玩呀，我特别想跟我闺蜜她们一起玩，特别喜欢的。有空我去照婚纱照，穿婚纱。梦中婚。对，就 CKG 他们那个像庆宁嘛，梁天宁他们穿的，还有永业他们也穿着就是婚纱，我看到的时候，哇天呐，好漂亮，我贼想穿，以后这种舞台我要加油。我也想上了，真的，我贼想穿婚纱，然后拍一些很好看的照片。那可惜了，我不是。我贼想去。跑去那边去唱歌是吧，然后就顺便就穿上了他们的婚纱。真的吗？什么特殊功能？敬请期待吧，我之后看一看，我去买那种小款的穿来看看，然后拍拍照。哎呀，期待期待，我自己也期待。我之前的微信背景都是那种，他们说是谁来着，就是也是穿着婚纱特别好看，我就当做背景了，我还不知道那个是谁，贼好看。
我立马搜一搜。看看别人照片又是谁的。我看有没有照片，我不知道，就很像，不知道。我他们看的时候有点像谁来着，我忘记了，我不了解，所以他们说看着很像谁，我可以找一找。是很久的照片了，好像之前我手机上的背景。太难找了，找一找吧。没有喂，似乎没有，似乎没有。似乎没有呀，我退出去看一下我的背景。我现在都用着呢，突然间发现，就是这张。这是谁吗？真的很，他们说很像谁，然后我不知道，然后反正我从什么时候用着呢？反正用了很久了，我不知道是谁。然后我进了这个团了之后，有个
谁告诉我这个像谁来着？我忘记了。真的吗？我用了好久了这个照片，我真的好好漂亮啊！然后这个照片我真的当做我的微信背景已经几年了，几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然后他们说像是谁，然后我就惊呆了，真的吗？我其实不知道这是谁，然后这个。就是这个，我用了好久，然后我就很喜欢。对，这好美啊！真的吗？天哪，好美啊！然后我真的把它当成背景很久很久了。是吧？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我的现在是我的前辈，完全惊呆了呀，完全惊呆了。和的缘分是啥？挺特别的缘分。对呀、啊，就我特别向往，就是穿这种婚纱拍这种照片，太美了，很好看。和等于。啊 ，OK， 就是一个对的别名哦。合理的小姑娘啊，为啥和美？嗯，哦，你们是河粉，我是和美。嗯，什么鬼？和就是入河，入河，入河。SNH 入伙啦。你们也是不合理的。哦，这个我挺知道，这个我知道。塞纳河啊 ，SNH 是塞纳河啊。哦、看来之前
不是说非是非得是 SNS 四八开头才是合脉。嗯，中国整个四八都是。嗯嗯嗯嗯，对呀、啊，就推荐我的，然后我之前完全不了解，就是分团也是称呼的，这样称呼的，嗯，意思是，真的死了吧，真的死了吧。四八都是，没有啦，就挺好的，我觉得这工作怎么坏了，他怎么会坏呢，很坏呢，他他怎么会坏呢？没有，怎么会被骗的呢？就是挺安逸的，卡了，可能这个位置有点卡，卡晕了，还卡吗？还卡吗？我说包吃包住，这不是挺好的吗？不卡了，包吃包住不好吗？还有工资，我为什么来，就是我比较对舞蹈有感兴趣，然后我姐都会推我，对，上班又不久。嗯，没有啦。还有舞台。对。就我就挺喜欢跳舞，然后但是我舞蹈基础又差，又没办法。
是是是，对，嗯，是的，我们上班挺舒服的，是吧？没有，没有，我自愿的哦，我非常自愿的哦。嗯，哎呀，哎呀，哎呀，烦死了，烦死了，哎呀，烦死了，烦死了，哎呀，不能眨眼。你呀，不能眨眼，我没有，我没有，但是好累呀，不眨眼。哎呀，我没被绑架，我没被绑架。嗯，嗯，嗯嗯，我没被绑架哦。耶，嗯，吓唬你。非常的自愿。我觉得嗯也是嗯我觉得来这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是蛮不错的，有学到舞蹈，还有唱歌，还有也学到跟你们一起你们教我练习普通话，真的贼难，虽然怎么说呢，对呀，我觉得情绪学到了不少东西呢。之前我也还行吧，就也还是平平淡淡的，晚上好。谢谢小北送的摇摇马。之前我真的很平淡，然后来到这里，然后我学了从之前舞蹈也不咋样，然后来到这里我也会慢慢的跟上大家，也是蛮不错的，然后一起团队合作，我又内向嘛，然后跟他们又不怎么讲话，就很害怕。谢谢一个堆堆送你荧光棒，谢谢小罗送的葡萄哦，谢谢。然后又都带现在交朋友什么，我现在我跟他们一起玩的话还是玩得来啦。
反正没有不团，我们队也没有不好，耍的不好的，挺好的，我觉得他们都肯帮助我，主要是他们帮助我，然后特贼感动。别这样，我会更害羞的。都很好，就平平淡淡的，也是平平淡淡的，都很好，没有，现在还好，没有更好，但是都算很好的吧。咋个说呢，我比较独立，喜欢自己待在自己待一个地方，然后就不怎么爱说话嘛，可能反正他们也会跟我说话，我喜欢，看出来了，你喜欢一个人，对呀，我比较喜欢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挺舒服的，然后练该练舞的时候就去练舞，然后该一起合作的时候，我们就约在一起和练舞呀什么的呀，然后吃东西啊。虽然他们去吃东西，各有各想吃的东西，也想去。他们有他们的小伙伴，我有我的小伙伴。也没关系，太冷了。我笑笑我自己，我怎么这个样子。对，明天要考试的，早点睡。没关系的，拜拜。哎呀，早点睡吧，明天要考试，还有上班的也早点睡吧，没关系的。今天你要毕业了，小树要毕业啦，要拍毕业照。
早点睡，敷个面膜再睡。日常催粉丝，就是快点睡吧。明天干啥要干啥的都快去干啥。嗯，要上班的上班，要学习的学习，要考试的考试，要上课的上课。舍不得我。嗯，没事，你放在那儿，把手机放在那儿睡觉，睡着了就不用管我了。嗯，又要听啥？跳啥工呀？嘿，啊，你在干什么呀？我在听歌，跟他们聊天。我真的是，我刚刚重新上播了。怎么了？你怎么看上去这么困呢？怎么回事？你好卡呀！啊！你好卡！是我。每次完了他，你好卡呀！每次我这个时候最卡，就是连麦的时候。我靠！你别说，香菊，你这样看挺帅呀。嗯，那必须的。啊！真，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们教了他些什么？怎么回事？怎么几天不见已经是这种设定啊？怎么回事啊？别太荒谬！像是之前还是个温柔、善良、可爱的那种，就是设定，他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哎，我要成你的风格了啦！他们说你是金瓜。嗯，我的，不是。真的，天哪！真的，你知道吗？刚刚一瞬间真的有点帅哦。真的吗？嗯、哇哦，漂亮！漂亮又回来了，漂亮又回来了，还是甜妹。对呀、啊，我本来就是你的小姐妹儿了。你在说什么鬼话？你好荒谬啊！你好荒谬。不，我都不知道你的粉丝教了你什么。我怕这样，所以我成这样子，知道吗？我怕啊，我来远一点。这我真的要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在那个课堂上面的事情。小许居然对着就是有感就唰一下，就是那个唰一下，我在想你们教了他些什么？他还对着我眨眼睛，今天。你们都说我学坏了，就是学坏了。你又来了是吗？你又来了。啊！这你知道我们条黑猫？消息短短的就是三天，真的被教坏了。你知道我们黑我们排练的时候那个黑猫最后那个动作呀、啊，他们在学那个动作、啊。对，他们在学。真的那个动作我觉得好油麦，就是让我们就是这样子，我觉得好油啊，是的啊，我受不了啦。你最好是，就我们黑猫最后那个摆的 pose 嘛。可以，嗯，等你们自己看吧，看撩不撩？那我要去战区跟着跑了，我天哪！
哎，都怪我，都怪我，我哥，我是真的是，他真的我哭死，就是我的站位确实很边上，就是，哎，就是左右都很对称的边。啊？我的站位啊，不对啊，我们俩的站位都挺边的，我们俩不都站一起吗？我们对啊，说这些，我们俩都站一起。对呀、对呀、啊。我你要不，要么你在我，你就是面边边儿，对啊，我们是换兄换弟，真的，对呀、啊。真的，真的，真的是很荒谬。我跟香菊基本上从头到尾都是在一起的。然后我要么是换一个站位，占空位，跑来跑去的。对呀、啊，我们两个真的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边有小朋友给我们总结了一下，我们刚开始前几首大歌，我们是站左边的边边，然后到面了后面几首变成了右边的边边，好像这么仔细一想，好像真的是，对，的确，真的是这样的，好的确荒谬，是。我自己都没发现。对，然后粉丝问我左边多一点还是右边多，笑死，左边右边我在都想，很多，都一样吧。然后，真的是都一样，真的是都一样。我那个 MC 嘛，就是站的右边，就靠他们进来的那门口那边。我说那就右边吧，右边就选右边吧。你要看我的话。右边，可是，那你下半场让你的粉丝看你哪里呀、啊？你在右边的话，可是你在最左边耶。那也没办法呀，办法他在让他们在中间。这样吧，就是，那个就是平均分配一下，就是一边想看香菊的，就是一边买左边的票，一边买右边的票，然后大家就是等到结束的时候整合一下，整合一下，对，可以和我一是样的，站起跟他着们跳说。跳数。跟着你跑，哎，站区是可以跑来跑去的吗？不太好吧？你唱一，粉丝跑了1万步，漂亮。确实，我们的站位好像确实是会，就是动来动去的，而且要么是最左边，要么最右边，主要还是有一点点麻烦的。对，是的，对 对。站区刷刷度数，我笑死了，真的得这样。会，换个姿势，有点。可以自己把位置捏。啊？我真的比笑偶像还累，是真的，真的，你真的我哭死！天呐，香菊，你现在怎么回事啊？了？咋了？真的，4天前你还不是这种感觉，今天怎么回事？女人，你这是在玩火！我对你们很放开了啦。想到4天前，我都不敢想，这是你说出来的话。他 MC，我们这边的有一个小朋友说你 MC 吞吞吐吐的，我和你们说，真的只是因为他有点就是第一场没有有点害羞而已。其实小许他说话虽然是慢慢的，但是他是那种很温柔的慢慢的。第一场是因为真的还没有放开，你对们后面看就知道。我讲 MC 的时候，我还瞄了你一眼，然后你还帮我说话。对呀，对呀，那我不能让你落空呀。我们 MC，你站在我哪里来着？上一场。每次感觉都是你站我的左右边。笑鼠，我站你的右边。他们说看到你都把快把话筒抠烂了，你是不是很紧张？肯定呀！我把我的手，我在抠手，我还抠胳膊呢，我的确右实，
就是真的是很紧张，就是直播的时候咱们就是一整个就是感觉就好像没有当时那么紧张了。我们当时第一次上场的时候确实大家都好像挺紧张的，嗯，就是大家都很紧张来着，对，都很紧张，你紧张的也牵着我的手了的。对啊，真的是，主要是你知道吗，我真的相举作证，我在那个就是 MC 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卡过我的 catchphrase， 但是莫名其妙首演和第一场就是真的好卡，就是真的好卡好卡好卡。对啊，我们全队都是话痨，我们队其实说话都说的挺多的，就是我们都很喜欢说话，只是第一场有一点紧张。我还行了。你最好是，你最好是。哎呀，我还行。你现在又不紧张啦？嗯，我紧张，我非常紧张。你紧张？我要把我话筒都要抠烂的感觉，抠出一个角。你直接在地底上抠魔法城堡。所以我不知道。演几就是上台几次才不紧张，我也不知道几才要几次才不紧张。马上就不紧张啊，我和你说不慌，因为我们俩老是站旁边一起的，你要是实在紧张我教你，你就像当时排练一样，你太紧张你就看我一眼，你一看我就死根儿。我就接触到了那个脑电波，我就开始帮你说话。特别是 MC 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组织语言，真的太不好了。组织语言，小粉第一场一整个紧张的超元气，哎，啊！我第一场的时候真的超级紧张，就是我真的好多都说错了。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挺会说 MC， 还有 catchphrase 什么的，但是就是第一场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看到大家就很紧张，就是因为我们排练的时候下面只有 staff 哥哥姐姐们，就没什么真正的就是大家，就是我们都是那种就是看着空的那种就是练的，所以就是感觉不太一样。然后你们大家喊的时候就会突然觉得天哪，怎么突然有那么多人喊我们，就会有一点紧张。嗯嗯，我很紧张的。我在现场的时候，我也是老是抖，真的。相信应该知道，我真的也抖得挺厉害的。嗯嗯，怎么感觉你困困的？怎么回事？该是我是催眠粉丝的，让他们粉丝们睡觉的人。所以可能我要表现想睡觉的人。原来是这样，你小子，你小子，你知道吗，主要是我们的照片真的好多，我在想发哪两张。你觉得我是发两张我们的照片还是发几张？因为我在想要发，今天发不发微博，我是今天发还是明天发，我好焦灼。发呗。你把三张都发了，都没关系。可以，那我只发了一张，你可以把剩下的几张给发掉。嗯，没问题。但有个粉丝说叫他皮皮，叫他皮皮，就 P 图，就是香菊，我觉得香菊的脸是不需要 P 图的那种程度，我觉得她真的很好看，真的没什么瑕疵。你让她 P 什么？她都长得这么完美了，你让她怎么 P 呀、啊？我觉得就磨一下皮吧，那就对，就是真的只能再磨一磨皮。其实皮也没什么好磨的，就是香菊真的已经脸长得很完美了。哦，你们知道吗，我一定要跟你们的那个粉丝讲，就是刚开始你来 CGT 的故事，就是老师在海选场的时候，就是看到香菊就是惊为天人，就是他们好像是就是连他的唱歌跳舞都是就是还没有开始看就在那个勾勾上面全部打了勾。这个东西不是我编哦，是当时就是我们的一个
教我们舞蹈的那个 staff 哥哥，就是他自己说的，就是说看到香菊的一瞬间就全部打勾了，就是当时他们有一张表，就是直接说香菊的东西就直接全部打勾了，他的脸真的是我觉得是神颜级别的，都给我来现场看，现场绝对比现在的直播好看，都去看他，漂亮，真的，别太，别，我会害羞的，我已经害羞了，真的是，可是这是老师的原话呀，对，我这边。有一个小朋友评论说这就是所谓的天选，我觉得算是天选的一种吧，因为真的当时小菊就是，但是我和你们说就是接下来就是小菊虽然说刚开始在就是来的时候是零基础的，他是真的曾老师，不能说那个老师的名字吧，就是某一个 staff 哥哥的名字，他是当时的就是评委嘛，然后他们当时是来了大概有就是90还是100个人，你们 CGT 当时面试的时候应该是去了挺多人的吧，然后菊菊他真的是就是当时是不怎么会唱歌跳舞的那种类型，然后他就直接就是他们看到他的脸的一瞬间全部打了勾，真的不夸张，就是每一个评委都打了勾，就是他们是就是老师们就是全部的人就是评定他可以打勾的那种脸，真的，而且真的很好看，你们一定要就是看来看他本人，求求了，看他本人，算我觉得这算是天选的一种吧，就是 staff 哥哥姐姐们，而且我们也觉得就是我不是从广巴那边来的嘛，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香菊的时候，我也觉得他真的超级好看。嗯，那你别再夸了，真的，因为我的房间里面突然来了一个女孩子问你是不是天选，我说这个算是天选的一种。天哪，真的，你别太荒谬，你怎么还害羞了，你拿出你刚刚这样子的动作，你这样子、啊、害羞了你还嗯啊，对，害羞的。那腿有发抖吗？腿倒是没有发抖，因为我是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紧张归紧张，但是我是属于那种会有点就是那种冷汗想要冒出来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有发抖，抖不动，因为我们真的排练了好多次了，都不会发抖。嗯，天哪，好，又卡了，但是真的好棒，小粉热血偶像，对，我就是必须热血，毕竟我的目标是做一个很厉害的正统偶像，一定。为什么小菊，为什么大家都说你是金瓜呀、啊、为什么大家为什么都说你是金瓜呀，我帅，你又开始了是吗？哎呀，你们真的是天哪！教我他些什么呀？啊！救命啊！真的，四天前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你说出来的话。啊！好荒谬！啊！天哪！我为什么要说这种话？我真的是太荒谬了，哈哈哈哈哈哈！谢啦，像你直播时人成啊，香菊的每一个动作都出乎了我的意料，是什么鬼啊？真的，今天香菊真的就是这样子，他居然还学会了壁咚。怎么粉丝啊，直播是一个成长，真的香菊真的是学会了好多很奇奇怪怪的东西。 kiss 啊，又可爱又诡异的是什么鬼。高考，你明天不是要高考吗？还不是他还没有睡吗？赶快把他抓去睡觉，不许出现了，你给我去睡觉，
去睡觉。快点睡觉去吧，快点，快点睡觉。要我们去逼你们睡觉吗？就是，就是，和相聚联动，梦幻联动，催你睡觉，赶快睡觉。嘿，小林们怎么还不睡觉呢？啊！小林，现在你直播的两天到底都学会了些什么？可能霸道别的那种电视剧看多了。真的，我真的，我真的发誓，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小曲这样，我真的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这样。我可是，之前我可是文静的小女孩啦。确实，我真的证明她本来真的是害羞内文静内敛小女孩。现在老是说我是帅哥，我是帅哥。嗯，之前我到就在重庆的时候报道，然后我们一起练舞的时候，我都还有对啊，他是那种沉默寡言的那种感觉。就那天就一上来就说你跳那个你之前报道的舞，还有唱之前的报道舞，当时你不在嘛，我一来就喊我们唱那个之前我们报道的舞，还有唱那个歌，我真的一个人，他们当时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全部坐一排，然后一个一个的唱，一个一个的跳，尴尬的我不会自我介绍都自我介绍不出来了。没有，你只是说你，我跟你说，其实我觉得你学东西真的挺快的，而且你是愿意学的，你知道吗？就是一整个，只是说咱们就是一个整个养成系，好吧？那个时候，你想想，当时曾老师觉得啊，某老师觉得就是像刚开始什么都不会，你知道吗？就是有一天。就是某老师找我聊天，就是我不是当时动作学的比较慢吗？然后呢，他怕我心里面不开心什么的，然后找我聊天，他还说你真的超级努力，而且学的超级快。你想现在的你，去那个啥，就是去当时的你，就已经就是肯定都能跳出来了，这还不养成系，这还不养成系。所以我坚持下来，我也想我可以，我可以的，没错，肯定可以的，所以我们一起加油。你这样看我好奇怪呀。你之前都不是这么说话。你们谁懂啊，就是他之前真的都不是这么说话的，真的被教坏了，真的被教坏了。哪有，不是在给你亲近吗？真的，你知道吗？他现在说话怎么就是聊里聊气的，就是他之前在我的心里还是一个那种温柔的大姐姐，现在开了直播好聊啊，救命啊，你都学了些啥？嗯，讨厌了，讨厌了。真的，成都使人成长，就啊，你今天打算播到几点呀？马上就好，他又卡住了。我马上下播，因为我手机4%的电了。4%的电还在跟我聊天，赶快挂了，去充电了。你跟你粉丝道道别，那我就先挂。你色狼还在跟我聊，那也太荒唐！我挂。我刚才就是
就是在提醒我10%，我说等会儿就快下播了，然后你就连麦了，然后我说再等一会儿嘛，没关系，我坚持了很久的。好荒谬啊！快下线，快下线，去充电吧，去充电吧。好，跟你粉丝叨叨笔，然后明天再连你，拜拜，拜拜，拜拜。挂人，嗯，招电视哟，该要上课的，该要上课的，还有上班的，早点睡，不然明天起不来怎么办？晚安。晚安。好累，这样摇着很舒服。电摇就很舒服的呀，晚安，拜拜，大家拜拜啦，晚安，好，挂咯。